好，来，啊，搁看看这个后一张批，后一张批来，搁有啊，卖好啦，卖好啦，这无好。当，喂，喂，嘿，对，嘿嘿，是，你不用，是，嘿，对，是。啊，拄啊吼，即个马来西亚都卡在，卡即个马来西亚吼，即个罗龙友啦，罗龙友啊，透过即个卫星吼，啊敲电话来咧问讲吼，啊是安怎，因家的即个种的这苦瓜啊，最近是安怎变甜的啦，啊这是什么原因啊？啊，另外伊伫个高高啊园讲边啊讲嘛，迄种几丛啊，迄甘蔗伫个家己食啦。啊，佮讲最近讲甘蔗拢有点苦苦，啊，这啥物原因？啊，即摆咱请到即个高雄市吼历代番番茄即个试验所郑主任来甲咱，头即个问题，吼，啊，郑主任你好，啊，你好。欸，关于即个问题吼，即我看。这我嘛毋捌听过，我看全世界嘛敢若罗龙有即口罩呢。哎，即若讲，毋过我是咧想啦，若讲，哎，苦苦啊安尼种着会甜甜安尼咪较好，安尼即摆咱就毋免要泡苦苦啊，先就免加糖安尼。所以讲，啊，即种品种，全世界也无的，哎，希望讲，若讲讲罗龙有会使甲推广出去，消费者绝对非常的欢迎。啊，不过吼，当然你若感觉讲安尼，敢若奇奇怪怪安尼吼，我想啊，可能是你根据你的电话内底在讲，你的边啊，可可啊，内边啊有种甘蔗，可能是吼，甘蔗迄个开花的时阵，可可啊，迄两种的花粉去烧烂着，啊，所以讲，种起来较会可可啊变甜的，甘蔗煞变苦的。我是咧想啦，反正你这甘蔗吼，啊种几丛家己咧食，归去甲锁喺边啊去，归去做刁蛮种啊。这位朋友真巧，真巧。哎，这位朋友真巧。咱阿哥咧，啊，谢谢。好，多谢咱这郑主任来甲咱回答这个问题哈。